你好，马丁老师好，你好，各位穿天使团的投资人，大家好。小蚂蚁皮影艺术团，是吧？对，也是年初上的节目，是吧？对，六月份。怎么样啊？感觉这一年下来？感觉是老好了。怎么老好了？自打播出这个节目，就播出的当天，我们正在演出呢，然后我的电话就已经给打爆了。我第一是亲朋好友，接下来就是好多就是慕名，就是看完节目之后给我打电话的热心观众。然后说什么？主要是问我两个方面，一个是你们艺术团现在怎么样啊？挺好的吗？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的电话，就是想让我们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去演出。就是商演的邀请是吧？哎，对对，有业务了，业务量大增，是吧？对对对。就是确实演出量上去了吗？是的，确实是上去了。原来大概多少？原来每个月也就几场，现在就是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呢，这几个月每个月都是十几场。翻了好几倍。对，是。那个。除了这个知名度，然后演出量的增加，还有什么变化吗？还有有了天使团的各位投资人对我们的这个资金上的帮助。我们排练了几部新的皮影戏。就是当初你们，我记得是借款十万，是吧？哎，对对，是吧？这十万块钱到账了吗？到账了，到账了。对，全部到账。然后你是怎么花的？刚才说到是排新戏了。哎，对。就今天能让我们看看吗？可以啊，今天我也带着我的小蚂蚁皮影团也来了。来，我们看看他们上完节目之后拿到那个十万块钱借款之后排的新戏是怎么样的，好不好？来，掌声有请。好，谢谢。大家好，我就是送鸡毛信的儿童团团长海娃，我的家就在龙门村。瞧，我们正在练习刺杀。红缨飘，肩上扛，打鬼子。杀豺狼，大家各自回村去接受新的任务吧。OK， 好。OK 啊，只是一个片头是吧？好，我们这是欣赏一个节选的片段。来，我们把所有的演员请上场。谢谢，谢谢你们的演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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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喜欢吗？喜欢，特别喜欢。好可爱。马丁知道吗？那个栏目组在半年前跟我说当那个藏龙卧虎的投资人。我说藏龙卧虎这栏目我听过，我说这栏目怎么样啊？他说我给你放一期吧，给的就是我们这个拳手这期。然后之后我说我一定要来做投资人。就当时就决定了要参与这个节目。是的，是吧？哎，你今天来着了，因为今天除了来汇报工作之外呢，还有再融资的需求啊。海涛，你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好啊，说吧。就是我们想在明年六一期间，然后播出我们这个童话的这个皮影和人偶舞台剧，想排练这么一个剧出来。然后呢，需要十万块钱的一个资金排练。怎么给你十万块钱？对，借还是投资？好吧。这十万块钱什么钱？那借款吗？开诚布公直说了啊。哎呦，就是还是属于借款吧。然后我们拍出这部戏来之后，打算分，比如说在北京演20场，然后在这个20场里，拿纯收入的20%作为回报。我听说上一次你们就是来借了10万块钱，也借到了。是的。那你们这钱还了吗？在明年的才是到期。能还上吗？这个没问题。你这属于旧账没还，新账又来借呀。节目播出之后效果很好，对吧？就观众越来越喜欢你们，这观众肯定是多了。是。但是那你们观众多了，你们得先还钱呀。还钱，咱们这儿有那个在那个盈科律师。来，易律师，当时我们是签署了合同的。哎，是的。还没有到还款日期呢。那他们好，节目影响力大，你可以提前还呀。这个、你们又来借了呢？谁借给你们的？记得吗？每人一万，对，每人一万，10位每人一万，对，都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呢，合同那个还款期限还没有到，所以现在谈还款的事情还为时过早，在这个时候，他们是有权利再来这个要求新的借款，这个没有问题。好的，这个我问一下，你十万块钱还有多少钱在账上？
现在还有五万。那个多久你能把这个五万和利息挣出来？不是，或者你简单说，一共投入五万块钱整，回报了多少钱？嗯，差不多十万吧，翻了一倍，啊，五万投入回来十万。那我请问一个问题，你都收回十万了，你账上借的钱还剩五万，那为什么下一个新剧还要借钱呢？新排的那个剧到底要投多少钱？嗯，我打算估计是20个吧。啊，对，差不多加上我们自己投资20万。对啊。哦，明白了。是这样，就其实大家质疑的是你的还款能力，是你的经营能力。就是如果你证明了你的这个经营能力，这个那个10万块钱已经形成了收入，并且把这个答应还给借款人的利息挣出来了，这个其实你再管任何人借任何钱，大家都会立刻会借给你们。嗯，否则的话他们一定会不断的质疑你。我觉得说未来不如说过去。说过去我觉得我看这个钱还真不能借给你们今天。嗯，因为你看啊，现在你说再需要投入20万，需要跟各位再借10万，你们自己再拿出10万，没有别，如果你能拿出的更多，说明你挣得过钱，你今天就不需要借这么多钱。哎，那么今天借10万你们只能拿出10万，说明你们拿出来的钱还是上一次大家借给你们的，你们还是没有结余啊。第一我要跟您反驳一下，我既然说能到时间还给这个各位投资人的钱，我一定会还上。为什么一定会还上？还不上怎么办？还不上的话他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违约责任你是有抵押物，今天再借的话那你还要有抵押物吗？有没有？还是借款啊。对啊，像我们已经创业七个年头了，我们公司不是说也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一些收藏的一些皮影足够偿还这个方面的这个皮影收藏品，是吧？是的。然后还有一些皮影的工艺品，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皮影剧场，这是小皮影馆吧，在和平门那边。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吧。哎，这里都是你的这个债权人，只有我不是。那你呢，这个借钱不是最好的融资管道。你们既然这个小蚂蚁有特色啊，也是一个文化产业，你怎么不考虑用股权融资的方式呢？为什么一定要用借钱？干脆借了一次没还，大家都不开心，又来借一次，你把它当成投资来让大家投资，不是很好吗？哎，不是廖总，这个你别说，别光他们说可以，廖总，他们要真股权融资，你投吗？我会了解啊。你别光了解，咱们说诚信的舞台，今天就得表态。当然，人家估值合理，你投吗？当然。廖总，你愿意？你觉得他的估值得多少钱？先听听廖总的。他的估值啊，因为这个皮影戏比较偏，所以估值不会太高，大概顶多只值50万到100万，所以现在的投入是很小的。那就100万，10万10%，你们考虑一下。50万，不可能。你觉得你的公司值多少钱？最低在100以上。对，100万太低了。你看，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都不清楚，所以债权人不高兴，投资人也不高兴。为什么你觉得你的估值会超过100万呢？你可以讲讲你的理由。1、2、3、4、5，对。第一，我们这个小蚂蚁皮影塑造一个这个品牌效应已经出来了。这些只代表说你可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是否真的转化成为购买力呢？所以很多时候对你们的这个产业的估值，投资人会看你前一年的净利润产值。就告诉我们一个数就行，2015年你们一共收了多少钱？就要这一个数。来吧，这我可以保密吗？哎，我可以不说吗？这保密。如果你想让人投资，哎，你就要。我跟你说，这个你还真有问题啊！我们说大家都是成年人，这是个诚信的舞台。是。你要说，而且这涉及到你该不该借这个钱。你说了之后，我们觉得你值不值多少钱？要是有投资人要投你，对吧？你不能说不说。这个问题很关键里面。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借了。哎，对。哎，那你要是来这儿不借了，那说明问题了。并不是说。你问你收入，你不借了。并不是说不借。我借还是要借的。我梳理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公司估值怎么算，这就是一个问题，对吧？但我们投资人说了，你告诉我们你的一年的营收，我们帮你算一下你的估值，包括你的行业特性，对吧？但如果你不说这个数字，那这个估值就算不出来，就无法确认你融资的比例。因为我对这个数字方面就是说实话，你不知道是吗？对，不是你要不知道，这钱怎么也不能借给你了。一年你收多少钱你不知道，我们找谁还钱去啊？好啊，我跟您说一下，别着急您。不，你这么冲动，弄得我也很被动。太冲动了！我就问你个销售收入，我这还冲动什么啊？是，本来我就已经是很混乱了。您这么一说，我本来就是更混乱了。哎，我问问我要借钱的人，问问销售收入，我这还……来，你闭嘴！
你让安静会儿。好好，不用啊，不用混了，不用混了，不理他。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大概这一年下来有120个吧。刨出成本呢，大概有多少？大概是刨出去2/3吧。2/3，1/3的。1/3是利润。毛利1/3。40万的利润。啊，对，差不多。一年的大概30万纯利嘛，30万纯利，我觉得这个公司200-300万的估值，我觉得廖总可以考虑啊。这些这个大哥大姐都在帮你啊，想拉高你的身价。但是呢，这个投资啊也不是开玩笑啊，绝对会因为你们的这个表现，然后呢就冲动的做决定。因为现在啊，听下来你最大的问题是你真的什么都不了解。其实投资啊，当然一个是看你的产品，一个是看你的这个人品。好，那人品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啊这个能力上面确实呢欠缺太多了。那如果现在我贸然的投你，那我觉得对我们公司对我个人是不负责的。这有问题啊，刚才我们说的是估值的问题，你刚才开了100万，这就是说贸然投，那人要100万，理论上讲你应该投的，你不能这时候又说我不了解。你们把他拉高，但100万他不认，他觉得他没这么低啊。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他现在就值100万，你投吗？估值他100万，你真投吗？他100万我可以给就10万10%，对啊。但是下去我们要了解一下。你看廖总除了给你100万的估值比较低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在财务上帮你，哇，那是无价的，你想想吧。我觉得其实可能廖总给的估值并不低，因为他本身选手本身不太了解这个经验经营操作，其实他自己所报出这些数据不见得是真的可以被销售确认和利润确认的数据。所以真正做完尽调之后可能没有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廖总给的估值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局势已经比较明朗了，廖总就是说如果他作价100万的话，他比如出让10%，那就10万块钱，你是有意向投的，对吗？对，没错，你明白了。其实，在出让股权这一方面，我还是就等于零。但是我现在这个决定，我觉得还是以借为主为好。为什么你那么不愿意出让自己很小金额的股份呢？因为他不明白。啊，其实这个时候你获得的投资比你获得的借款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股份是怎么回事。那帮你多问几个律师。我建议就是说为了他这个公司今后更好的发展，而不是一直停留在小打小闹的这么一个阶段哈，最好是能够拿出股份来拿。对，你要改变的不是就100万的估值，你要改变的是你整个经营发展思路。股份对你们没那么重要，钱对你们没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你们要导师要资源，所以你们的格局要大一点，看远一点，看未来，这个时候就应该出让股份。多难得的机会啊，今天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导师占你们小格局，就是小生意人永远怎么做，10年过去别人都已经跑到天上去了，你还在这儿慢慢走，你会 out 的。否则我听起来就像你是就是过来占便宜的，就是能借就借，借一次再上来再借一次，顺便打次广告。反而有人要我股权，那就感觉是你要占我便宜了，那我就往后缩。不是，听起来就是这感觉。我是非常担心你那个10万块钱就是不还了。你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我今天先把那个钱，你占别人便宜可以，别人拿你股权就是占你便宜。朱姐已经说了，人把钱人就还给你那个。啊，今天我就先给你，可以吗？可以。可以啊，可以。不信任我，我还你。按照协议是可以提前还款的。可以吧，对吧？那个廖老师并不是说我怕你占我便宜，我怕谁投我股份占谁便宜。我是怕怎么说呀，你怕什么？我是觉得怎么说呀，我们太小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你有多小有多大他心里有数，如果你只值10块钱他就给你投1块钱。 OK 明白了吧，廖总，如果你要真能怎么说看得上我们这个小蚂蚁，那 OK， 定了。对，好，定了。人，哎呀妈，哎呦，我这从没这么费劲过，没有，从来没这么费劲过。明明，你相信我吗？相信。那你既然相信我，连带着要相信我们这个节目，再连带着相信我们节目上的投资人，就是说，廖总，如果你投了他，我代表我个人，包括我们藏龙卧虎这个节目，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钱到位，人也到位，真正的帮助小蚂蚁成长起来，他们是一群好人，有责任感的人。好，拜托了。谢谢。
主持人，我也想说一句话，如果廖总投资了这个小蚂蚁拼影艺术剧团的话，那么我愿意这个免费的担任这一家艺术团的法律顾问，就是作为我的帮助。太好了。另外我还有话要说啊，您说。这个栏目组跟我说了，像我们是不能投资的，我们作为观察员是不能投资的。但是我又很想去做一点事情，包括我看了上一期节目之后哈，所以说我这边我想我能不能就是先预定你们那个明年的。还是写一下题板吧，张老师，你写出你愿意投的数额和方式。廖总也写一下。佳丽，我上次借他钱对吧？如果你把钱按时还给我，我就把钱投进去，不管什么估值。你按照同等比例，那一万块钱借款作为一个投入，就债转股啊。哎，对，债转股，但是你也可以不要啊，我就还你钱，就不要你股，不给你股份，这也可以。好，廖总，你的啊，就是估值一百万，对，十万块钱投资占10%的股份啊，是吧？是 ，OK， 很明确了。嗯，好的，明白了啊。对，所以接下来你的选择来了啊，你可以两个都选，你可以就选一个人，也可以放弃。嗯，我两位老师都选吧。这么快决定了 ？OK， 好。谢谢。好，既然已经达成了这个意向，上去拿意向金吧。来，谢谢谢谢，那以后就要麻烦您了。好，谢谢，也谢谢您，非常感谢。这个马丁是不是要是他提前还给我是吧？这利息我就不要了。那提前还他不要利息了，一万块钱是意向金已经拿到手了，你记得吧？有一位投资人对着急忙慌让你还钱，没错，并且我不能给廖总这么重的负担。我觉得先给他吧，先把这钱还了。啊、对，不让他占我这股份是吧？好，去吧，好，把钱还了。谢谢，谢谢李总。借钱是对你的一种支持。是的，是的。还钱是证明你的还款能力。没错。融资还了款也是对借款人负责。对。非常棒。好，谢谢。非常棒。谢谢李总。好。谢谢。别光还钱啊，待会律师那边消个账啊，对对对，把合约收回来啊。对对对，你看投资人马上就起作用了，对吧？还有律师的门票呢？没，对呀、啊，一要消账，对吧？要从法律上走完那个程序。你看，这是投资人的建议，对吧？对对对，可能忘了这事，一高兴他拿着钱跑了，说你没还是吧？对吧？第二呢，律师那还有2000块钱的票务预付款。马丁，等等。这个你先等会儿，是你不管带多少吧，那这有个问题，这个拿2000块钱说钱带的少，然后后台又不一定买票了，这事儿我觉得要，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要不把全款直接付了得，要付就付就1万块钱吧，1万块钱付了，我可以借给你，对，不收利息。关键是没利息，关键是
是律师要给我们做表率，对吧？我觉得你看咱们这节目一定是个充满了正能量的节目。谢谢。投资人和律师之间相互算计，但是都是为了创业者好，对吧？对对。只要有这个标准啊，一切算计我们都可以接受，好不好？是。一万块钱预付票款。对对对，预付那个明年六一的这个你们皮影戏的这个票款先预付，好不好？另外还有我免费担任你的法律顾问一年。OK， 好好好，去吧，去吧。加油啊！哇哦，这怎么关联交易、啊？等一下，等一下，这关联交易走了一圈，等神奇的一万块钱。易律师，这个您这个一万块钱还还吗？还你是吧？那肯定是要还的。好好，谢谢谢谢。要利息吗？好，要利息吗？不需要利息，我借钱从来都免息。等会儿啊，我这个我现在我再倒一遍啊，今天我们有几个合同达成的，算一算啊。既有李明创业者和廖总还有扎丽老师之间的投资合同，对不对？投资的这个协议啊，又有和你们之间的债务的协议，一个提前还款协议，提前还款协议，对不对？还有我和易律师之间的借款协议。对，你祝杰和易律师之间的借款协议，无息借款协议，无息借款协议。然后还有易律师这个关于预付票款的这个预付票款协议，还有易律师担当他们免费担当一年法律顾问的之间的这个协议，对对吧？还有什么漏掉的吗？我想一下，马丁，这相当于这个创造了将近20万的 GDP 啊。对，家里还有一个债转股的协议。哦，还有一个债转股的协议。对对对，你看啊，这就一个手指头都算不过来了，有5到6个协议。是啊，我们不是为了制造麻烦，嗯，通过这个有点戏剧化的过程，是想告诉所有的创业者，包括李明和他的自己的团队，嗯，尊重商业规律做事是有迹可循的，在这个轨道上发展是康庄大道，是正，不要自己一个人瞎摸索。对 对， 对，明白吗？今天你只出让了10%，这1万块钱已经在我们手里转了好几圈了，对吗？并且把好多事情都把很多问题都解决了。是的。好，里面有两点，一个是你要透明，要愿意说出来。对。第二个，不要怕去尝试。对。一个结果你想不到的，结果通常是惊喜。嗯，是是。而且你要知道，你现在有法律顾问了，你做事情应该有底气了，好不好？对的啊，我最后问你一个小问题，在刚才在你纠结犹豫，就大家纠缠在一起理不清的时候，你流出了眼泪。嗯，咱俩认识有几年了哈，啊，我头一次看到你流眼泪。嗯，为什么？怎么说呀？嗯，创办这个艺术团吧，其实。不要说嘛，要说。创办这个艺术团，其实我也很想往大里发展。嗯，但是我个人的，这个人的能力吧，非常有限，所以也是制约了我们这帮兄弟们吧，对我的一个。那个，就是，就是能力啊，我能力，因为是初中毕业，然后能力非常有限，不管是在运作方面，还是在，对外推广呀什么的，有很大的缺陷。所以我也很想努力的提高，就是苦于没有那什么，就是把自己给团团包围住了，非常对不起兄弟们。哎，其实今天对于李明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其实你原来没有说能力不够，在你原来带着小伙伴做到今天这个样子，你已经很能干了。没错，只是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你碰到更多的导师来帮你，为了你真的可以带着小伙伴去实现梦想了。嗯，未来真的是一个超级合作的大社会，加油，我们支持你。好，谢谢谢谢。